好啊，你去吧。好，非常的开心，马上去换衣服。宝贝，今天晚上文乐也约我出去，那晚上我就不回家咯。上次我发现我女朋友有超能力，过两个礼拜我发现他们不只有超能力，他们简直就是心理学学家，我就是受害者。乖，今天是1号，理应是很开心的日子，因为今天发薪水了，但对我来说是一个灾难日，因为根据过往的经验，我都要把我辛苦工作一个月的薪水交到我女朋友的手上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当我今天准备要拿薪水给我女朋友的时候，她突然说了一句：不用啦，我不管男朋友的钱。哦，我有一瞬间觉得她是天使的化身。隔天我们去逛街时，她说她很想这个包包。我想到她昨天说的那一句话：不用啦，我不管男朋友的钱。我决定我要买给他的，结果去完一家又一家，去完一家又一家，去完一家又一家，去了40几家。我看一下我钱包。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, I'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。 不用啦，我不管男朋友的钱。又有一天，很久很久没联络的小雪约我出去，想要养胆想吃个包，我就跟嘉文说：小雪今天晚上约我出去。小雪？小雪是男生还是女生啊？女生啊。好啊，你去吧。好，非常的开心，马上去换衣服。宝贝，今天晚上文乐也约我出去，那晚上我就不回家咯。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, I'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。 晚上我就不回家咯。